我们再回忆一下过去我们学的肝脏，如果将它略微向上周起，我们看肝和胃之间就是肝门，这是胃，这是十二指肠，在它们之间呢。也有一个韧带，大家看，连接肝十二指肠的这个韧带比较厚，连接肝和胃小弯之间的韧带呢比较薄，所以我们提了两个韧带，这个叫肝胃韧带。这个比较厚的叫肝十二指肠韧带，